多格格在御花园等你们俩呢，你们俩还不赶紧去呀？御花园这么大，多格格在哪儿？嘿，我也不知道，不过就在御花园，你们俩仔细找吧。你们找不着他，他还能找不着你们吗？啊，我一定能找到他的。嗯，何大人，何大人，格格扮成太监，正在九曲桥那儿呢。多谢公。皇上，皇上，我找不到哥哥。九曲桥上，去吧，曲桥，去吧。皇上，谢谢你帮我。哎哎，还有，啊，哥哥在这等你呢。等我？哎，去吧，去吧。谢皇上。王爷，你为什么打我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什么打你？啊！你敢抢我女人？抢你的女人？王爷，我没有抢女人的，我没有抢女人。看你往哪儿跑！王爷，你别打了，抢我女人！王爷，你还敢还手？你还敢还手？你我没还手啊！我们到底谁打谁啊？啊！是你打我的，你为什么打我？你居然敢打王爷啊！你欺负本王就是欺负，你就是欺君。我没有啊！你放手，我这边不能放。你放手，真的不能放。我数一二三，本王命令你放手。一、二、三啊！你真的不能放手！你，哎呀呀呀呀！好，阿贵，你王爷，阿贵，我阿贵。太不好意思了，救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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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阿贵，你给我下来，有种你给我下来，救命啊，五哥，下来吧。你干什么呢？什么搞什么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！救命啊！何林，怎么样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你别紧张啊！救命啊！你站起来！听我说，你站起来！你站起来！你小心点！你站起来就好了啊！你看，我说水很浅吧？阿贵，你看你干的好事，你赔荷花啊你！阿贵，来来来！